一时，寒冬渐渐变春天。拜托的啦，我最近几间病院都连闹离职荒，你莫搁来逗老爷好不好？对啊，佩奇，你的辞呈啊，我是不可能批准的，你不准走哦。杨辉啊，啊人要走就让走啊，那若无，我对恁大嫂的后头事是要安怎交代啦？妈，我早起就讲过啊，我会出钱请看护去照顾秦母啊，而且。你当时变到遐尔尊重大嫂老头子，佩奇，我才拄成立做护理长，你安尼话走就走，敢袂伤过无义气啊？病院都咧欠人啊，莫阁造成我的困扰，留落来继续做，知无？嘿，你来病院遐尼久啊，我敢要亏待你，你是毋是应该报答我一下？阿婆，你莫去跟人变啦。对啦，杨飞啊，请员工拢是安尼啦，人拢嘛来来去去，啊，再像你爸公司嘛是安尼啊。妈，你哪能摕爸的公司来跟阮爸因比啦？爸的公司若检测过的人，对迄偷工减料工程嘛袂有影响啊。阮爸伊爸是服务呢，啊，兼一个护理师，着兼一个人照顾患者，安尼对业绩有真大影响啦。你若毋办哦？莫在遐后背出意见，我嘛是为你好啊！哎呦，你家己家己管好好就好啊啦，睏较饱嘞，才袂在遐后背想后背紧张啦。好啦，你莫再讲啊啦，杨飞，你跟我来办公室啦，我要跟你讨论各部门人事安排。妈，我现在去无用啊。佩奇，你若无什么代志，会当先转去啊。啊！你离职的代志，我甲董事长好好讨论。我甲你讲哦，你紧甲走，你莫阁找借口，阁过去告高低，也难无。你都唔通怪我退休往出去。喂，哎呦，啊！你是咧哭啥啦？慢慢啊讲啊，哪有人安尼哪哭哪讲，听拢无啦。啊，哦，好啦好啦好啦，我随去。啊，你倒，有够无天良的啦！迄头前吼还袂晓切嘴啦，迄无我全世界拢知呢。我阁是吼最后一个知影的啦。你是上尾才知哦。嗯。无啊，过正经哦。阮新妇伊讲伊有一边嘛是安尼呢。啊，我搁甲讲啊，是讲啥？讲啊，迄种嘛是家己欺骗家己啦。对啦，我就是吼，家己咧欺骗我家己啦。阮翁就讲，迄个护理长吼是申请秘书啊，要出去国外去出差啦。迄个时阵吼，我都咧怀疑安尼。啊，结果咧，我两个小姐吼去度假啦。吼。还佫穿个比基尼哦，在海边啊，翕相呢。吼，愈想愈生气啊！啊，出国去度假？嗯，吼，这袂见笑。佫唔难安尼呢，我真正想气死啦！哎，迄护理长唔知喏吼，迄怪阮翁呢，迄厝明明就是我的啦，啊，即摆怪吼变伊个安尼。连你的厝嘛变伊个啊？吼，这护理长想够袂见笑呢。哎，我跟你讲哦，即摆是厝哦。过来哦，连你叫嘛叫伊妈妈。哦，伊真正是哦，伊当初我看到相片的时阵哦，就好甲过啊啦。即马这护理长哦，足嚣摆呢，伊就想讲哦，有阮阿好好伊靠啦，哎，甲我呛声呢，伊就是讲伊真正是当牛啊嘞。我早都甲你讲过啊啦，你阿妈就会带头灰，爱去有啥物沾沾的啦，你都不爱相信，即马出代志啊吼。我明仔会知啦，啊，有人进前是故意人呢，那知影一只人吼，煞甲出片啦。唉，国庆嘛是故意人啦，结果嘛是让张佩奇迄个护理车袂去，这个拖回家，我若无赶紧替伊处理掉，哪会用？啊，若无，
等那个查某哪愈来愈摇摆的时阵，就袂赴啊。做小三的吼，还竟然爬到我的头壳顶呢，实在是有够超过啦。好啊啦，莫艰苦啊，即马代志拄到啊，爱赶紧处理啦。哎，我还有代志，我要先来走，啊，咱再搁联络吼，再见再见。哎，那话走就走啦，阿妹都未讲完的啊。你去病院上班了后，一直拢住在家。所以这间厝是阮国庆买予你的。不是，是我家己租的。亲家钱唔无甲你教，人客来就应该要奉茶吗？是的，我去泡茶。叫地啊！国庆来的时阵，我拢是泡这给你嘛。我跟你讲啊，国庆啉袂惯是，因为阮杨妃拢是买进口的红茶给伊啉。安怎？知影厝比啊吼？你跟杨妃是要安怎比哈？讲背景无背景。讲气质嘛无气质，讲身材嘛无身材啦，你根本就配阮国庆袂得过嘛！你要少岁啦，应该也毋捌谈过大台吼。既然你叫我一声亲，我也应该算是你的媳妇。我甲你讲啦，查甫人拢是贪钱啦，拢感觉野花较芳，啊，遮目一个，遐目一个。等伊若算较细喏，伊就等于太太身躯边。伊毋是迄种人，伊是真正爱我。啊，我著讲你真正毋捌啊！查甫人话要哪会听的啦？尤其是当干面的时讲的话，迄更较袂听的啦。国庆虽然是我的后生，嘛是同款啦。我甲你讲哦，你是毋通讲我无甲你提醒哦。阮国庆是真正爱杨妃呢，伊哦是甲你耍耍啊尔啦。你莫安尼讲伊，伊毋是迄种爱耍的查甫人。你这好日子哪讲袂出声啊？吼，真正平淡甲你讲，就一百万你摕去，永远莫阁出现伫个国庆面头前。这一百万，我相信你甲恁爸拢毋爱枉过，摕到一百万。你应该甘愿离开国庆啊吼！反正你就是爱钱嘛，我直接就给你钱，你莫免阁浪费你的青春了，摕去。安怎？无敢？我是真心的爱伊，你莫用钱来侮辱我，家己摕转去。哼！莫阁假情歌啊！啊，是你要阁等较大条的？真正想要做院长夫人啊！你别小想我啦，这一百万你若唔摕，后摆你报告你就摕袂到，我也照常叫国庆跟你找。等，把机票摕转去，莫用钱来买我对伊的感情。狐狸精就是狐狸精，你讲的话，予人听到强要吐。
代是啥？江春生是啥？江春生就是大师，就是后来改名叫做钟馗。哦。诶，林清水补助名单内底有伊个名嘞？无唔对，因老母就是住伫林清水所起的迄栋大楼内底。九二倒落来了后啊，伊就是甲林清水抗争上久，而且呢是上尾才去领补助金的啦。哦，那呢，林清水甲林国辉哪有可能对伊拢无印象？对，你看啊，较早的相片甲即马啊差遐多，而且佫名佫改啊，莫怪咱拢袂认伊啊。安尼看起来啊，钟馗去接近林清水，就是为着要报复。这个林清水啊，把阮秀兰搁当作是救星，我看哦，伊连安怎死的都唔知啊。对，你搁笑出来？看到林清水中计，恁爸上爽啦。啊，这嘛表示讲，伊查这件代志，你嘛有分啦。反正你我是伊报复的对象。哼，那是这点哦，我根本就无咧烦恼。大，敢讲你搁找有比钟大师较厉害的风水师要对付伊啊？我无需要找什么风水师来对付伊啦。无，这是安怎讲？咱先来去找伊。看我，我再给他解释。呀，哦。这是朋友送我的，讲到外好都外好，而且哦，叫我一定爱放伫咧办公桌啊顶面啊。哎，所以啊，我就想讲，请大师来给我看卖一下，哎，看要安怎放，哈。大叔啊，啊你哪样拍开看卖啊？王二长，你的朋友送你这个礼物，能量真强。哦，原来阮朋友不是咧臭蛋呢。啊，大叔啊，你嘛紧给我看卖啊，看要怎摆。妖招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真强的控招，不但伊本身的能量以外，该造成龙头刀会当接进去，也若是经过开光加持过，放伫你的办公室，不但会当挡煞气，而且对你的权力运势拢有真大的帮助。哦，原来阮朋友送我一个这么好的宝贝呢，吼。那安尼哦。我来赶紧放伫我的办公室桌仔顶啊！啊，对了，大叔啊，啊，你还无甲我讲，啊是要安怎摆，啊要放倒较好啊？只要卖妨害你办公就好，放伫你的办公桌仔倒一个方向拢会使。杨哥有一点我特别甲你提醒，这龙头刀的刀锋爱向内。安尼才会当替你挡煞气，斩消人，将正气引来你的身上。大叔啊，啊这刀锋向我家己，安尼敢毋是真不利？啊？王二长，这龙头刀的刀锋。这只是一个极其的形象，你无需要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刀啦。也毋过，阮朋友讲，这刀锋向来啊，是会伤着我家己呢。大叔啊，你叫我安尼藏，敢毋是超工要害我的？啊！王二长，啊，我是毋知你的朋友啊，
对这了解程度到到位。不过，你甲想看卖啊？乌药酒是咧引正气，你敢有听人讲过正气会伤人？也不过，伊讲这顺耍嘛会甲阴气引出去。啊，若是照你讲的安尼看，敢毋是甲阴气引来我的身躯咧？啊！既然你这么啊相信恁朋友，安尼就照伊的方法去做就好。是过来问我要创啥？啊！我是想要确定讲，敢会用阁继续相信你，王院长。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得问你啊，江春生。阿姨啊，资料吧。我已经把你过去所有的资料拢查出来，对你的一切一清二楚。啊，我想你挑工接近林清水甲我。应该是要替恁老母报仇对无？阮老母是因为天灾来亡身，我是要报什么仇？你莫搁提醒啊！你若认定是天灾，那会伫林清水员工典礼顶头放921大楼倒去的影片来甲拍切碎啊？迄天你有哪在场？我唔哪在场啦，而且。佮看到你予人怀疑的表情，影片倒去的大楼，就是恁老母住的所在。也毋过，你看到影片了后，一点仔感觉都无。你讲，安尼敢毋是真无合理？啊？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这世间上。一挂纷纷扰扰，拢已经看真开啊！也无特别的反应，这嘛不是什么真奇怪的代志。卖个骗！那不是你咧创空，林清水才会变到这么凄惨啊！唔但予人勒令停工，搁予人退订，逼到伊在卖伊属有价值的土地来装置。你敢讲这甲你拢无关系？阮有条坐有主，林清水即卖才凄惨，这应该是你造成的。江春生，你若单纯用风水去创业，看我无意见。也毋过，你利用我，把我当作机器去对付伊，这点我着真受袂开啊。王院长，你毋通袂记的，当初是你家己来找我，毋是我去找你的哦。哼，那以你的功夫，伫你接近林清水的时。就算着我也来找你，那连这点我都算会出来，我无可能帮你甲林清水好食好困这多年。哦，你总算是承认要来找阮报仇的啊！吼，无唔对，林清水起大楼偷工减人害人命，也你篡改鉴定报告，暗合伊躲过法律的制裁，伊是凶手，你是共犯，我对付你。这是为社会除害，清除粪扫。你讲话较犀利哦。阿姨，大叔，当年这件代志，我想你对我有一点仔误会。我承认我有去改鉴定报告，也毋过我甲恁老母同款，拢是受害者。你无资格用你家己甲阮老母比。你听我讲完。当初我嘛无想要甲林清水斗相共，甚至摕到鉴定的资料，就准备要开记者会来拆破伊这乌心的建章。拢怪我无细意，捡伊抓到我的尾溜来威胁我，所以才会违背良心要做代志。你想讲我会相信你讲的话是？你若不信，会用看我今麦安怎对付？我会才想要甲创好倒，就是想要弥补我当年错误的决定。我今仔来找你，除了确定你的身份以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会用化敌为友，共同来对付林清水。我相信咱的合作，
一定真紧，等害你甲恁老母一个公道。无需要，我甲啥物人有关系，我家己会去解决。您请回去。好，阿姨啊，你甲弟弟咱来走。放一耍，放一条丝咯，是要等伊来跟我合作。合作？他拄仔讲到安尼，家己切去，敢有可能跟俺合作啦？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上个坚定的合作关系，唔是有共同的利益，是有共同的敌人。啊！今麦林清水还未完全拍落，伊若真正要替因老母报仇。除了跟我合作以外，伊无别个选择。哎，大叔大叔，你都在瞎忙什么？紧张了，我哪有？哎，那是我爸第一次主动想认识你，卖老表。好事吧？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哎，阿伯兄。爸，你是纠察队哦，那现在严肃好不？阿伯。包厢准备好啊，待命请。稍等，今仔日还阁有一个人要来。嗯。小燕。学长，哇，好久不见。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怎么会来我？昨天啊，我刚回来就打电话到你家找你，阿北接的啊。阿北没有跟你讲吗？爸爸是想讲哦，要给你一个惊喜啦。啊，你跟建志哦。做伙开过遐尼侪场四手联弹音乐会，感情遐尼好，你看到伊哦，一定会真欢喜的对。怎么样？看我当兵回来，体格变好，又变得潇洒，还会不好意思吗？哎，我哪有？当时是谁一退伍就急着来见我？哎，不要这么想我好不好？我当然会想念你啊！哎，我在部队里面想找人尬情都没有办法，哎，什么时候有空来尬一下？听说你现在都跟着乐团出国比赛啊？不简单哦。想听我弹琴 ，OK 啊，钱来买门票。啊，对了，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是有目的的。教授之前帮我安排要在下个月跟一个外国的音乐家合办一场四手联弹的音乐会，可是他出车祸了，手受伤，没有办法来台湾。教授跟我说，你刚从莫斯科回来，应该有空，所以。那有什么问题？哎，想当年我们在学校那个四手联弹，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你这样答应我就放心了。好，我们先点菜吧，等一下再来慢慢讨论要选什么曲目会比较好。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男朋友，叫李明星，外号大叔。明星哥，一个叫杨建志，西华大学学长，我们以前同一个教授，所以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偷偷交男朋友啊？啊，大叔你好，叫我建志就好。建志，大师兄啊！哎，大叔是咧叫呀，你叫我明星就好。哦，好，好。阿伯，这边请。来，建志。来。哎，这个菜啊，拢是阮店的招牌菜啊，希望伊当合你的口味。哦。这些日本料理看起来真的很费功夫哎，我平常都只吃汉堡喝可乐，那这一顿就麻烦大叔您了。别麻烦，别麻烦，以后麦都叫我大叔啊。啊，你年岁明明都大家宴作醉，我惊人叫你阿姐。哎，明星哥，这来到您家。哎，
伊是遮个经理呢，伊有足侪代志爱无用的呢。啊，而且吼，啊，你甲建志遐尼久无见面咯，一定有足侪话要讲的。啊，哎，林医生，你去无能你个啦，这样吼，我家己来就好。这十分钟尔，无要紧吧？明星哥，学长是我的好麻吉，你们一定很聊得来。来啦，一起吃。啊，恁拄仔毋是讲要讨论音乐会的代志？啊，林明星伊是干那捌跳过顶头，拍过鼓尔，音乐哦，伊毋捌啦，伊甲恁讲无话啦。除了音乐，嘛有真侪代志当讲啊。明星哥虽然没有学过音乐，啊，不过有真侪社会经验。我想说，学长也刚退伍，明星哥可能可以给他一点建议啊。嗯，人建制吼头壳巧。会够够看人的目色，冷静够够拍算。我看吼，等到是林明星哦，爱请教建志，看倒爱安怎才会当改掉迄冲动的个性。你看人建志，我定对嘞。爸，喂，建志啊，阿伯，我外口阁有真侪代志要无用啦，无你慢慢食，安怎些需要尽量甲我叫，别客气啊。不用做你，不用做你啊！哎，嘉燕啊，啊，你来招呼建志嘛哈！哎，建志来，所以你当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当面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假装要人自杀，他从二楼跳下来，结果人没死，腿断。白跳一场。来来来来，我请你，来。呀，明星，哎，这间包厢干净利利，变天够人个，啊，好，请坐。哎，阿伯，才有下你口味哦。心情若好，食啥物拢卖哈。那呢，你慢慢食，我先来无用。哎，林明星啊。阿伯，建志啊，是一个真优秀的少年人，家世清白，学问阁好。伊甲嘉燕未来拢是真有前途的音乐家，你敢无感觉因两个真适配？我相信你嘛真清楚，我找建志来加班是啥物意思？因两个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过煞了，因会开始交往，所以我希望你唔爱阁甲嘉燕阁过甜啊。阿伯，嘉燕拄则有讲啊，建志是好朋友啊，无可能交往的。你根本都唔知影因两个感情有偌好。伫大学的时阵，因做伙。开四所联弹音乐会，那是轰动到连报纸都刊出来。安尼就知影讲，因两个人的默契有偌好。我应该讲，那建志吼，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伊是上了解嘉燕的人。因进前会无交往，是因为建志认为讲伊家己也未做兵，而且嘛也未找到头路。袂当予家人啥物好个保障，也毋过伊即摆已经退伍啊，我相信伊一定会有真好个前途。你甲看，自从建志出现，家人完全拢无共款。我真久毋捌看到家人安尼笑甲遮尼欢喜。我问你咧，家人甲你做伙是烦恼较济？还是欢喜较济，我告诉你吼，还是赶紧甲家人分开啦，哦。你几个？迄个食汉堡的，我的料理敢食惯是啊？一个字。赞！哎，我即马知影，想到遮个生意真好，因为真正是足美味的。
阿弟啊，你不是讲你想要学亲子斗？阿三有拄到滴，我今嘛就带你来赌坊拜师学艺。是吗？好啊，阿爸，那呢，你先去陪学长，我先去厨房，等下回来。嗯，走走走走走走。唔知影明朝有搁甲迄查某囡仔过过年无？万一伊若继续做出对不起小平的代志，安尼小平唔多。小平啊，啊你甲明天啊伫台北过了好无？真好啊，安尼我就放心啊啦。啊对啦，啊你有去准备婚礼要用的物件无？无呢。哎呦，啊恁都要结婚啊，啊奈唔赶紧准备啦？啊，明天大工就无用的啊，啊连陪我的时间拢无。阿姆，你免烦恼结婚的代志啦。阿明的哦，大刚这么无闲，阿姐就表示啊，伊的事业做甲足成功诶，阿你免着急啦。恁无急哦，我是足急的啦。恁安尼拖拖刷刷袂用你啦。我看安尼啦，过两天啊吼，你甲明德啊转来时阵，阮哦啊甲恁爸爸，啊搁恁两个哦，大家坐落来，啊看哦结婚要准备的物件，大家讲好听啦。啊，不过我唔知影。明德伊讲，明德若有意见哦，你就甲讲哦，迄是我的意思。哦，我知影啦。小平啊，你若无代志吼，就出去外口吼，行行看看的。啊，中昼时啊吼，便当准备一下，啊去甲明德做伙食。我安尼哦，规工拢踮咧厝里拼厝，啊你又毋是去互请的啊？明天啊，若回来吼，你甲讲哦，我有打电话来，你唔通忘记的哦。嗯，我知影。安尼我要煮菜，我甲你讲啊吼。好啊，做你无闲，拜拜。希望明天啊，甲迄个查某囡仔。真正是跟他算算的，哎呀，迄天我都应该有态度大讲的，不准伊安尼利用人。啊，起码不甲家己大讲安尼替伊操心底吧。哎呀，吃饭啊！哦，哦，哎，小茹啊，啊，你甲拄啊，甲谁在讲电话啊？甲小平啊。啊，甲问看卖，我伫咧台北住了安怎？哦，你若是有闲哦，啊上好哦，逐工哦拢爱甲伊通一下电话咧。人这福成啊，对咱明天哦，确实哦无话讲啦。伊咧家己的退休金哦，啊，规个拢摕予咱明天拼事业咧。假使咱明天哦，若是无好啊照顾小平哦，有影会去互雷公讲。我知啦。才想讲哦，要叫明德哦，紧甲小平带入门，封一个面粉。我看规是安尼啦，予因哦，甲生态啊，免费哦，啊，做迄婚礼办办的啦。我是无问题啦，啊，不过听明德咧讲哦，明德足无闲的，可能挂袂赴哦。若无闲办婚礼哦，会当先去登记啊，啊，若婚礼哦，等有闲才办啊。啊，咪小平有事，那你怎啊着急要弄啦？我着福成啊吼，对咱平弟啊，敢若亲生后生共款。
啊，咱哦，嘛要小替人小平小想一下啊。哦，若要替小平想哦，结婚的时阵哦，啊，就甲办一个较老的、较青的啊者。啊，迄庄仔头啊，庄仔尾的人哦，庄仔小平哦，是咱的媳妇啦。而且我嘛爱明着哦，啊，当个乡亲的面头前哦，甲好心来敬酒，感谢伊啊栽培哦，这着。 情况我来前调啦，来你话。嘉凤，明德啊，甲小平的婚礼哦，咱两个办甲正样咧，安尼对好成啊才有交代，哈。好，好，嘉凤。哎，阿明辉，咱不来吃饭。明辉啊，嘉凤啊。我去家叫。哦。 明辉，明辉，明辉，你想怎？我头痛死啊！想怎？明辉，哎，啊，行了，兄弟。明辉啊，明辉啊，赶紧去阿妹啦！啊！嘿，我，啊，这咱今日订的票哩，王老先生的票啊，你真是去买来吃啊，明辉啊！啊！哎呦！ 明辉，我明仔讲过啊，迄卖药拢骗人的，叫你买你搁买，这搁袂听啊！即摆卖讲较济啦，今仔送来病去啦。今仔来啦，来来去啊！这医生，这你在哪里？然后哦，来讲哦，你莫莫病吃药啊！明辉，啊你即摆感觉安怎？没代志啊。你哦，那用乌白白药啊来吃啦，一点仔伤势都无。 无采你切台遐济，是他对脚脚皮也是。妈，是的啦，我知影唔对。林小姐，许多地下电台、甲路边的卖药啊，拢是无注册的哦，啊而且拢有添加类固醇，啊甲一寡不明化学物品。我替你咧验血的时阵，发现你的血内底有砷这款毒物呢。你若继续吃， 可能会引起休克，生命都会危险。以后都唔通再食这款来路不明、啊甲无注册药啊，啊知无？我知影，医生，多谢你。啊，医生啊，安尼阮查某囝需要住院无？上好是搁住一间啊，啊确定无其他的问题了，再办出院。哦，多谢你，好，多谢啊，好，对，医生。 喂啊，阿妈都甲你讲，讲迄药啊吼来路不明，唔通乌白白来吃，啊你哪会拢唔听啦？你看，阿爸你若出问题是要安怎啦？是啦，明慧，这种来路不明药啊，就是人要来乌白吃的，啊结果咧，唔是伤肝，就是西药剂，这药啊若是有效，我们要用什么创啊？是啦，互你烦恼，啊我就听迄个卖药的。 讲到敢若足有效的，啊，讲食了后，就会当适应啊。我毋才想讲加减吃一本，看是毋是真正有效。明慧，我毋是甲你讲过，我是出来当来做某的，毋是出来当来替我生囝。你若是讲是用这种方法咯，伤害家己，小心我袂原谅你哦。 陈太，咱的婚期若是愈来愈近，我的压力就愈来愈大。我一直就希望，会当在咱结婚之前就有事，安尼我对恁爸爸妈妈才会当交代。你哦，你交代给你家己就好啊啦，莫烦恼遐济。恁爸爸妈妈。 会伫催咱两个结婚，就是希望我会当替你传宗接代。为着我袂使的代志，阮阿嬷、阮爸阿嬷，都快替我阮妈这件代志。我真正无希望，看到因为因替我阮妈这个秘密，那么艰苦。
你为着要生囡仔去买药啊来吃，啊，即马才来住院，安尼阮心肝来搁较艰苦，你知无啦？是啊，医生是有讲过，讲你真歹生囡仔，啊，不过并无完全讲哦，你袂生啊。啊，你安尼哦，我袂去吃药啊，你也不敢哦，会生变做袂生。好啊好啊，别为了在艰苦啊，减念几句啊啦，回好啊休困啦。对啦，阿妈，阿玲为着明辉代志，一直足忝的，无你先等明辉我来顾就好啊。啊，安尼哪会好意思啦？这应该啦。好啦好啦，咱来等啦。阿姐哦，我先代照顾伊就好啊。这阿母的意思是讲，明辉也有代志，先代伊会打电话咱啦。对啊。哇，安尼麻烦你呢，明辉啊。安尼，阮先来等，明仔载再来看你，哈。我上去处理。阿妈，阿爸，阿妈，再见。谢谢。多谢了。大丁人叫什么？当然要做一唱歌。哦，轻松点嘛好啦。是讲出去啊，互相爱小看，酒量较歹，啊，实在，唔通遮代志啊。是。阿当。好啦，去啦。大爷，啊，我只想要跟你去酒店啦，啊，不过我这阵啊吼，食较济啦，啊，手头较闲。你是倒一顿食无济啊？烦恼啥啦？拢我请，拢你请，安尼我就要去。哎，你拢到未？拢到。到到到到。那安尼哦，等下算俺欢喜的呢。今仔日哦，拢算我的啦。哦，谢谢老哥。哎，稍等下。大呀，这侪人去未少钱呢，你是着落土。啊，请你啉酒，你着啉；买来，你着揽。啊，你是问我这要从啥？阿龙哥，唔得行啊！行啊！阿高雄雄，那很多钱。那师傅家里的亲子冻的皮包，你是会记得无？当然会记得啊！后摆子给你吃。哎，雨香吼，那个师傅人就好哦，不但送我食谱，还说我很有做菜天分。我感觉吼，你应该算是人见人爱吧。哎呦，讲错哦。讲我倒位去啊，拜托的，师傅拢几岁啊，我哪有可能跟伊讲错啊？哦，所以如果有其他男生对我好，你哪没讲错？我袂食菜。哦。要不过，过来笑。干嘛？喂。嘿，我干嘛？你家里的学长非常喜欢围攻啊。嘿，结果又袂食错。我这不是食错啊，我是问一下尔，对吧？你的学长对我来讲，我是小弟弟啊。我跟小弟弟假装黄球呢，放心，我很淡定。你做你该搞，对我来讲无任何影响。真的吗？嗯。啊，那呢？我明仔才开始，我每天跟学长关在情况里集训。台湾地名，你妈没欢乐吼？嗯。哎，你刚好看过什么叫四手联弹？两个人坐超近的哦。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对方，就碰到对方哦。然后呢？那我们是没在意，我叫你直接被冲上了。你不在意，那我就安心了。因为大学的时候，那个学长追过我，
OK 的啦。哦，恁学长捌叫过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你捌做伙过？无遮尔济，飞机你嘛袂食醋啦。喂，哎，冲啥？我以前养小狗，伊若无乖塞性地的时阵，忽然那个扑起来，伊就无爱还。所以你搞我当作小狗狗？你甲我讲，伊敢不是你的前男友？你是给我放回来啊？哎，哼，那个时阵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学音乐，怎么可能谈恋爱啊？所以你意思是讲，你不是你的前男友吗？放心啦，大叔，我跟学长就真的只是好妈鸡啊，我对伊无感觉。让我了解，我听你咧讲，你的学长甲你算是伫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说明这无作废。要不然咱无赶快，那应该算是伫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安尼比起来，我比你较幸运。哎，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那个不对的人哦？不对的人不是你，是我。你爸大概拄着我，都会提起我。你甲我是不共世界啦。我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我今晚再来向你要幸福。嗯？我回来。哎，明德，你回来啊？啊，哪会在关心你？你要回去啊？不是我，是咱。咱？嗯。是安怎是咱啊？啊，嗯，打电话来啊，叫咱明仔载回去一撮。阿公要找咱两个啦，阿哥阮爸，大家吼，紧甲分事讲好定。你卖乱啊，好不好？我真正无闲，大家去公司自透早无闲到暗，我哪有时间陪你回去讲分事嘛？啊，这是阿母交代的啦。就算是阮妈讲的，你会当替我解释啊？你逐天闲在厝的，基本就唔知我在公司有偌尔辛苦。刚刚你规个头壳想的，拢是结婚这件代志尔。啊，谁都大家讲到结婚的代志，你就发脾气。你是咧多拼？你会当老实讲，我会当成全你。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是因为会长这么器重我，我就要更加打拼。我就是分心。第讲感情，准备婚书，我惊公司对我印象会拍折。所以讲来讲去，就是我阻碍你的前途。过去咱要结婚啊！我今麦回去跟你爸妈讲，咱不爱结婚啊！哎，小平，小平，你的痛咋啦？放手啦！今日不是要结婚，嫌我阻碍你的前途。咱即马就分手啊！你一个人留伫咧台北，我永远袂过来烦你。哎，小平，你
你别安尼，小屁，你唔通安尼，你看你一个，听我讲好不好？无啥物好讲诶，你我咋？哎，小屁，别安尼啊，小屁。李明德，你嫌我做诶，你会怎样？你起码我被咋？你个狗蛋，你个到底要我怎做啊？小平，我拜托，你别安尼好不好？我不是不爱跟你结婚，我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我怎样做？不好意思，你原谅我好不好？小平，你真就过分了！我为着你，一个人来台北。你工作无闲，我规工就伫咧这等你。我伫咧台北嘛无朋友，我倒位拢唔敢去。我体谅你的辛苦，所以我唔敢跟你吵，我嘛唔敢跟你闹。我都是惊造成你的负担，惊你无法度专心打拼你的事业。我逐项代志拢替你设想，啊你嘞？结果你对我这么歹，我不是真心来欠你的呢。小平，歹势啦，我知影是我唔对，我嘛知影之前嘛，你为我受出一个委屈，我向你回实的，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保证，我以后绝对袂阁对你发脾气啊。明仔载我就甲公司请假，陪你回去甲咱的婚事讲定。你不骗我？我当然无骗你啊，小平，我会来台北打拼，嘛是为着咱的将来。你若是唔肯嫁我，我所做一切拢变甲无意义啊。你等下吼，就替我订车票。明仔载等我甲公司请假了后，我就陪你做伙回去，好不？李白，白丁，请问会长，啊，唔知会长特别找我过来，有啥物指示？哈哈，莫这样客气啦，就干阿咱三个人，坐。多谢会长。你别这么紧张，阮爸有好消息要甲你讲。而且跟咱有关系哦，跟咱有关系，是安尼啦。经过这段时间，我对你的观察，我感觉你不管是工作的能力，也是敬业的态度，拢真好。而且你的表现，董事会也真满意。啊，会长，这拢要多谢你啊！若不是你给我机会，我根本无可能来证明我的能力。为着要报答你对我的温情，我会继续打拼，搁研发出搁较好的兰花保养品来拓展市场，让咱公司的业绩会当蒸蒸日上。真好，少年人哦，就是安尼有企图心，事业才会成功啦，哈。是讲我的事业算算的有几落十亿。到时阵若是交予你，你敢有迄个能力好好来经营呢？会长，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你哪会这样讲啦？无猜我爸遐尼欣赏你。我都已经讲这么白啊，还阁听不出来啊？好了，我爱你准备做我的囝婿。 我知你对家分真好，不过今嘛是我这个宝贝查某囝，着急要嫁你，所以我只好来问你的意思啊。爸，你哪安尼讲啦？明明就是你决定的，哪会讲是我的意思？哦，拢是我，拢是我，拢是我这个丈人把看囝婿，愈看愈意爱，安尼好无？啊，那有可能有这么好的代志啊？ 会长是不是在甲讲算笑？哎，你哪唔讲话？尽管把事都写。会长，多谢你对我器重，请你放心，我绝对袂辜负你对我期望。最重要的是。 绝对袂当辜负我这个宝贝查某囝。将来你若是敢对不起，还是会受淡薄委屈，绝对袂帮你煞。会长，你放心，我知影。<笑>我若是会当甲佳芬结婚。 安尼，我的身价就贵啊！在伊啊，以后就无人会看袂起我。安尼，小平平安怎？明德，你咧想啥？哦，无啦，我拄则有想到，我妈打电话来，讲厝有代志，还要等伊一逝。所以我想要请示会长姐。 今仔日是不是会当互我请假一天？哦，无问题啊，厝内有代志吼，做你去无闲啊。多谢会长。妈叫你回去，嘛唔管我讲一声。哎，佳芬，是的啦，阮妈昨昏打电话来，我才会变好甲你讲。好啊好啊，佳芬啊，莫安尼哦，要袂结婚就管东管西啦。万一甲明德惊到。 唔敢结婚，去搞其他的女朋友，到时阵哦，你安尼就伤心老目屎哦，啊！伊才袂咧，明德甲其他的查甫人无共款，我对他很有信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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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已经有人发现我过去的身份了。我这么多年来用心计较准备的报仇计划，拢白了工啊！我恐惊，恐惊无法替你讨公道啊！喂，钟馗，大叔啊，我王金虎啊，咱合作的代志你考虑得安怎？我无需要考虑。你免再问啊，大叔啊，虽然你即马咧讲，也毋过我相信你真紧会改变主意啊，哦。你是凭对一点安尼认为？敢讲你有哪会样算命卜卦心？我无需要算，因为半点钟内你无来林清水的办公室，我就会甲伊讲你接近伊真正的目的。喂，喂。你这个保险是钢筋要创啥？即马钢筋一直在起呢，咱若无是买落来囤哦，等市场个总部大楼要动工时阵才来买，一定
减赚真多呢。嗯，人都袂带没有咱做咧，啊，你即摆得买，啊，时间也是讲无成，毋是加麻烦俩。这条线是杨梅老爸牵的，哪会讲袂成？对啦，那是陈家长市长所长的面推荐恁爸，伊哪有可能无看伊的面子？嗯，这就算是安尼啦，啊，我这钢筋啦，啊，进前去，后目表示过来点气啊，啊，万一落价咧，迄一栋若是落两千，你就惨啊你！我咧估计管不了计价，气都唔捌咧死甲惨咧。啊，不过开遐尼侪钱，我感觉就危险咧。啊，是偌济啦，我看看。哎，千翠啊，安内真侪钱啦！即马钢筋偌贵，你唔知吗？即马无买，到时愈来愈贵啦。就是安尼，我才会决定啊，是买落来囤啊。顶摆卖土地钱都已经剩无偌济啊啦，啊，咱手头敢还阁真济钱？啊，着钱无够，才来亲家银行搬就好啊！你是烦恼啥？哦，你阁要贷款哦？啊，顶摆咱要借贷时，着要借哪唔借啊啦？你现在阁要借？你敢借有？顶摆是咱的工程出问题嘛，伊着感觉无妥，才会遐困难。即个无同款啊，对毋？这市当时介绍的啊。绝对知影这个客数是稳的，你看伊这么贤的人，起这栋大楼偌侪利润，伊真清楚，哦，放心啦，一定照计划咱周转的。叫你莫用黄金宝来笑声，你是咧听无呀？你，无人靠我，那，啊？哎，黄金宝啊！啊！你写是英文不善呢？安怎？你是要把英文无代志，专门来找我来麻烦哦？喂，妈，迄唔怕吼，我可能是煞着你，啊，再对调调啦。哎，林国华，你嘛讲一个较有影，我还敢讲到这礼拜？哎，你真唔捌会呢？我嘛虽然讲是有会，啊，不过伊个保养品哦，逐工涂到比阮大楼国安好，国较顶真呢。啊，论真讲起来，伊是。风韵犹存，徐娘半老啊，是长青组装的极品哦、啊。你去杀掉伊，嘛无啥好奇怪啊。干嘛？妈，多谢。好，林哥，你若打算讲你去杀掉阮某，我会甲你说多谢，你莫迷茫啊。阿某两个人感情做好诶，莫来只高高低吼，请你出去。我来恁家。唔，敢若是你一个人无抵抗尔咧，吼，是规家伙拢甲你同款，唔知影家己有几扭动，啊！我敢有叫你坐？以咱的交情哦，还阁等你请我坐，敢毋是有过身份啊？啊！我甲你啥物交情，拢是过去的代志啊！啊！唔是每一件过去的代志哦，你拢会晓甲塞甲理理。尤其是过去一挂失掉个代志啊，随时拢有可能予人阁压出来哦。看个你是专工来算故乡的。迄间陆成镇的影片绝对是伊创空的啦。唉，甲恁有冤仇的人哦，唔干啦，我一个尔啦。当初这栋大楼这么多人，予你害到家破人亡。今仔若是讲当年的家属。啊，是遐受灾户的亡魂来甲你讨公道，嘛毋是啥物奇怪的代志啊！喂喂，中秋已经过啊吼，你免你遮吓惊阮啊！我毋是咧甲恁吓惊哦，我是真正咧怀疑。大叔。啊，大叔，啊，你阿个用走来，是毋是有啥物重要代志？哎，啊，我着拄啊为附近经过，啊，雄雄想着讲，啊，伫咧陆成顶咧迄一工。有一段时间啊，出现真重的煞气。哦，迄煞气哦，你是唔哈哈来时阵带起来啊？哎，卖胡编造啦！听大叔安怎讲啊？哦，大叔啊，啊，迄段影片是唔甲煞气有关系？我想应该是。哦，大叔啊。听你安尼讲，哇，这煞气嘛足厉害呢吼！伊唔啦会晓剪接，佫会晓用电脑，
哦，确实是无简单嘞。王一定，有真济代志，唔是一般想法都法度通解释。哦，啊，那是我有法度通解释嘞。嗯，哼，我听你咧碰风嘞。我是受着清水兄的影响。 最近对这现下个矛盾颇紧张，也毋过即摆有大师伫咧，我乃好意思伫关公个面头前人大刀。大师若是答应哦，我会私底下甲你请教。好，啊，我若是无愿意咧。哦，那呢，我都唔惊大家笑啊，甲我个想法讲出来，大家听看嘛，吓，好。要讲就讲。 免得串讲一挂废话。好，安尼我着。王一定，算起来，恁拢都是我的客户，啊，恁当我的面，安尼，我实在我足歹做人的。我想，你若是有啥物看法，咱私底下来研究就会用的啊。哦，嘿嘿嘿，大师愿意指教，我真感激。好，好，阿杰，咱来走。 大叔啊，大叔来，请坐，请坐。大叔啊，啊，唔加塞你来，啊，无唔知要搁我乱偌久啦。我嘛是希望讲大家当和平相处啦。大叔啊，头拄仔你讲迄落成电力迄工有煞去，到底啥物情形？啊，我迄工要离开的时阵有详细看。 你栋大楼的企业时阵，迄门根本都起了唔对，变去嘛，所以才不时出现煞气。啊，以后你若有啥物重要的典礼要举行哦，啊，尽量莫当夜办。莫怪哦，啥物水灾拢提讲拄着。妈，啊，你拄有啥物水灾啊？无啦，啊，就迄天我伫边了，我就感觉无爽快哦，啊。 心肝好杂杂嘞。啊，大叔啊，啊，佮有啥物需要阮注意的无？哦，啊，其他的都无啊。哦，你转岗，你走一转嘞，实在是真感谢哦。这是我应该的，安尼我先告辞啊。好，我上。没，我上台了，大叔来，请来。好，安尼我请来。好，拜拜。 阿牛，啊，送到家就好。哎，大叔，我差点忘记，我想要拜托你斩桃花啦。是要斩啥物人的桃花？啊，都阮亲家甲大叔嘛真实，万一无小心，互亲家知影我要斩国庆的桃花，啊，伊若问起来，我变哪讲啊？阿牛，啊，啊，都，哎呦。 这个代志哦，真歹解释啦，啊，我唔知影是毋是。哦，我等你赶时间，啊，我想讲你来去厝内看过，我才知影安怎处理，是毋是咱店刚才个约时间，啊，你再甲讲得好。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无到时，即嘛大叔啦。啊，我先来啊。算起，算起。 大叔，你回来啊！您是安怎入来？阮若真正想要入来车，这款车对阿爷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且以咱这卖关系啊，你无需要计较遐尼济啦。大叔啊，我看过相片啊，才了解。 是安怎？你报仇的决心这么坚定，你甲恁老母的感情真好着。这甲你无关系，大叔啊，我一向真关心替我做代志的人，而且对因心内所想的代志嘛真有兴趣，因为安尼我才能安心嘛，哦。
方院长，以你的实力，要跟你对付林清水是真简单。旋转的一定要跟我合作。我是想要替你完成你的心愿，要那无，你永远都无得替恁老母讨回公道。无需要讲到参像咧做善事共款。你若是爱我替你去对付林清水，看是要设什么风水局害伊，直接讲就好嘛。大叔啊，啊那呢？你敢有啥物风水局的美女通看啊？你当作我咧开餐厅？啊无，阮也毋知影介绍，也毋知影作用，啊是要选哪一种风水局？阿姨啊，大叔捌苦劝咱，叫咱莫设风水局去害人，也若无，会祸害子孙，敢袂记？哦，对吼。大叔啊，王院长，除了风水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阁有啥物办法会当甲你斗相共。你放心啊，这件代志你一定做会到的。伫林清水完工典礼迄天，黄启东介绍一个市董事长给林清水替伊牵线，爱林清水替对方去企业总部的大楼。这件代志若成，林清水就翻身啊！到时要搁予倒，就无遐尼简单啊！所以我爱你利用林清水对你的信任，想办法予林清水破局，绝对袂用予伊接到这个 case。100万，我相信你甲恁爸拢唔爱枉过。摕到100万，你应该甘愿离开国庆啊吼！反正你就是爱钱嘛，我直接就给你钱。你莫咪阁浪费你的青春，摕去。秘长，这敢是你的早顿？我鱼三明治，我奶茶，朱院长，声音的，你才买一支手机啊？想要将所有的心事拢讲予你一人听。是嘞，啊你受委屈啊，我足艰苦的。假使讲来，我想要24点钟拢陪你身躯边。是朱医师对不对？你是啦。艾米。院长。因为我无排到会较早走。
二七四北保险李太太状况不是讲做稳定的，你再帮我小注意一下。是。我专门带几个卡好不好？好，了解。院长。 爹啊！妈，你甲迄个查某囡仔有一只册互你未？妈，其实我甲……我甲你讲哦，准讲真正是因为空气，啊，不过你安尼就是唔对的啊！你有法度骂一时，你无法度骂一世人。 这件代志哦，你也应该讲予清楚。准讲因为安尼，你会得势，害你失去这摆成功的机会，迄嘛不要紧啊。只要你有实力，你肯拍拼，你会找到搁较好的人来投资你。安尼哦，你嘛袂去对不起小平啊。妈，啊，不过安怎？你唔通袂记的呢？ 好，成绩也是安怎栽培你？安怎投资你？不管你读大学，读研究所，迄钱嘛厝着呢。啊，你一路创业，不管是正经啊，还是正人，花，伊前前后后赞助你袂少钱呢。甚至伊摕伊的退休金，拢来互你投资。这份温情，准讲你用一世人来报答伊，迄嘛是应该啊。你袂用对不起小平呢。 这我知影啦，我就是。阿母啊，你回来啊。阿妈。啊，明辉啊，身体有较好无哈？有啦，好真济啊啦。我迄生态吼足甘心的，啊，规暝拢无困，啊，得顾明辉啊。都是因为生态伤过高义，对明辉啊这么好，我唔才会暗看明辉啊的代志，唔敢让大舅甲阿舅啊知影。 没有代志啦，一定真好啦。啊，我甲明辉啊，有去祝生娘娘遐吼去拜拜，嘿，出圣签呢。伊讲吼，伊会拄着贵人，也嘛会生囡啦，免烦恼啦。伊的婚事应该办办得着好啊咧。哟，哎，对了，啊，好笑啊，唔是要带小明来遮讲要结婚的代志？哎呦，啊哪未来啊？ 你应该要搞吧？电话我靠我。哦。喂，好行啊！啊，你是在无用啥啦？你今来。系啊，连咪都过啊啦，买只物件哦，水够啦。买啥啦？咁多还搁炸弹炉咧。吼，你也猜，你也算哦，我同只传单炉都丢。 好啦好啦，莫踮遐行遐找婚礼啦。今日毋是正式要提亲啊，就算讲哦，啊正式要提亲哦，这礼物嘛是阮老公爱传的。紧来紧来，莫这么无彩钱啦，阮规家伙啊拢在等你呢。好啦好啦，你莫尔遐紧张好无？我知影啦，今仔日是要赶查某囝婚事呢，我绝对会准时的啦，你莫尔遐催啊啦吼。好啦好啦，水乖啦。
爸，咱今日要去明德因家，哪需要买单路啊？嘿，这也真奇怪呢。以前都未嫁过，啊，讲话跟你打官的同款。平常时也是平常时啊，啊，今仔日哦，是要讲你跟明德家的婚事，当然嘛，早就快盘手啊。爸，我会记你阿便当吼，刚刚无啥爱食苹果呢，无买。为啥？买迄个啊啦，迄个哦，看起足大粒的，啊，最近啊，敢那真白。这个戆草囝，今仔是要讲你甲面顶个婚书呢，哪会买来啊啦？迄来啊，估计哦是离呢，分离的意思，判结掉啦。分离？无啦，毛人讲离子啊，是代表吉利。迄我煞毋知影是代表吉利。啊，不过吼，今仔要讲讲这个婚书做代志，我就要较认真嘞，免有任何死角差啦。啊，无安尼啦，你要来啊，送我爸爸，我无什么意见啊。爸，这不爱跟你分离嘞。吼，安尼意思，你不是不爱嫁来哦，还是讲要甲爸当作嫁妆安尼嫁过去啊？爸，我若真正哦，阿明都结婚，啊，出来就剩你一个人安尼。真的就袂放心的啊！我想想遐真是要创啥啦？小平，你也知影呢，爸这世人的心血哦，拢放在你的心上。你若当幸福，爸就感觉足幸福的啊。还是烦恼讲，你若甲明德结婚，你会搬去台北住，啊，较无时间等下甲我看哦。我肯啊，台湾也毋是讲偌大啦，交通阁便利。你若想爸的时阵哦，你随时等下看拢也无要紧啊。啊，毋过我拢也袂好啊，又好。你对我付出这样子，我好啊，莫计较什么付出无付出，讲这话是要创啥？你也真正想要以后爸吼，你有时间就开始等下给我看嘞，吼，你以后日子吼就要过了幸福、美满、快乐，安尼爸就欢喜的。多谢你。哎呀，好啊，目屎唔通搞乱乱，啊要哭吼，等出嫁刚才来哭就好啊，啊。爸，好啦好啦，苹果也卖买啦，啊来啊嘛卖买，哦，咱要水蜜桃，当着是，哦，以后你个明德哦，就跟这水蜜桃同款，安尼甜蜜蜜啦。我来啦。明德哪会无在的？敢讲去回去啊？该来哦，那安尼，明德是不是回去找小平啊？喂，蔡秘书，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林明德他们家的地址。我去问过啊，迄人刚进库存啊，是有遐尼侪无唔对啦。啊！不过因是讲，恁若是介批遐尼大个量，爱赶现金去啊！啊，若唔肯出下咱啊？
恁两个因做生意，也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啊！我当时嘛拖过一点火款啊！啊！啊！你毋真好讲话，即摆搁敲电话去啊！哎，恁两个啊，我甲大叔在这边讲，恁有啥代志让他讲？啊，大叔哪会来啊？我请伊来啊，啊，非得恁楼骹就对啊啦！嗯，山庄袂当伫个啊！我当然啦。 若是要占桃花，就爱为在二楼的客厅，因为这吼这是所有人汇集的所在，啊，为在下集。哎，你们当首领，你们哪有伫个呀？大叔，来，请坐，请坐，请坐。好好好。来，龟仔，你要占啥个桃花啦？我要。这也得问，一定占你个啊。我不占我啥物桃花。 你最近是不是做梦啊？找你的花，你花，你花。我最近哦，我拢梦到总会咧掠鬼呢。哦，一定是掠风流鬼啊，对吧？等到上风流就是你了。哎，阿娇，啊你怎啊想的哦？啊，无代无就要占我的桃花。哎，像讲我要占你的桃花哈。 我是要占啥的？我要占。不行，我袂让其他人知这件代志。规矩。要占啥的啦？哦，啊，我要占出来所有查甫人的桃花啦。不行啊！迄个桃花吼，是我一重要精神食粮呢。你安尼一往打尽伤势，有骨耐丢哈。 啊，我请大叔占的是烂桃花呢，这你敢有差？问题是，我全部的桃花拢是烂桃花，啊，你占落去，我们什么拢无啊？哎，搁再讲哦，你讲要占咱厝的全部查甫人的桃花，啊，唔就连神马要占，哎，安尼敢对哈？大叔啊，啊，这敢会影响到囡仔人啊？啊，你放心，我绝对袂影响到这细汉囡仔。哦，哪呢哦？都拢给占占的啦。 所有的查甫人，啊，恁头有四个，安尼甲用着四支桃花枝，顶面来箍99粒红线，藏伫个，诶，即个牵挂老主人、进挂中人、坎挂二人，啊，甲金挂小人的即个桃花位顶面。大师，今个占落去哦，哎呦，我敢若听遐哦，桃花枝安尼箍遐红线箍99粒，这桃花量白互死死死，哎，干不当，甲你拜托者吼。 啊，有手下留情，啊，歪机吼，啊，莫靠遐尔济人啦吼。大叔啊，四支桃花，伫红线，有影有效。对，只要用这四支桃花枝。大叔啊，莫吵阮某啦。我来讲哦，我当来讲一件大事哩。你拄仔来楼骹，听我看下，要安怎布置招财风水。 保证这个客数一切顺利，好不？嗯，干不着。清水啊，你敢知影我件代志偌重要啊？有啥物代志比市东啊？咧总部大楼的工龄更加重要？嗯啊，你莫来乱啦！哎，大叔来，来，请，来。哎，哥啊，你去甲买四支桃花枝，啊，搁红线，紧。 你要占我的桃花，搁叫去准备这物件，哎，你心肝敢袂相容啊？你要去无？希望我照大叔讲的安尼做，迄个配齐都袂搁出现啊！
经理，今天店面有出好困，啊，你哪会来？啊，你哪会走嘞？哦，我要来整理食材的啦。来来，哎，你替我看一下，我这个鲑鱼烤的好不好？哎呦，袂歹呢，真有利用的，有天分哦。真是袂歹。嗯。多谢多谢，我拄只嘛四百几落盖嘞。阿姐啊，要做我家宴吃的。家宴啊，我要准备后个月音乐会啊，即马大刚人来嘛，阮得勤勉去唱完。哎呦，无怪哦，真系辛苦哦。阿无你继续保养，我本来整理食材啊。多谢。真正有天分哦。吃饱，谢谢谢谢。一般人会煮这个。哎，金子，明星哥，喂。哎，阿对象。哦。哇，你还自己带便当啊，明星哥。啊，不过我拢食饱呢。歹势啊，明星哥，我唔知啊，你爱摕物件来探班。不要紧啊，是。这该不会是你自己亲手做的爱心便当吧？啊，唔是啦，我无时间啦，我是现在餐厅的师傅替我做的啦。哪里假啦？你点啊没假？哎，等下，我先把刀买腰了，我点没假假啊？明星哥，你等下搁要回去餐厅保养吗？今日餐厅休困。那呢，咱等下去洗牙齿，看一下好无？哎，小蛋，小蛋，小蛋，您刚弄点好了吗？差不多啊。学长，我们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可以休息了。嘉燕，我觉得我们刚才练的，不管是拍子还是音乐性，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几天我们一定要加紧练习，不然下个月的音乐会一定会吐槽。有听得到不？你不是跟我保证讲你要以音乐为先，是安怎来规头壳拢想到要去佚佗？爸，我教育哥我要表演回来，我爱休滚节了。嗯，哎，嘉燕，你好好练琴啦，我这边陪你。没，你若在家，
家人是要哪会专心？啊，你敢拢无你的代志通好做啊？是？爸，你对明星哥就一定爱用这个态度吗？你甲建志的音乐会已经开始咧卖票，听讲门票卖了袂歹，你一定爱认真练习。即阵啊，较少甲伊来往的啦。明星哥不会影响我练琴啦。嗯，伊若伫遮，你就是甲我客气，甲我弯，安尼叫做无影响。哎，佳燕，哎，你不是讲要证明给我看，跟我斗阵，会让所有人拢放心吗？你看我什么？真认真拍拼咧做餐厅咧，啊，你嘛要好好练琴嘛，哎，上好会当我们办一场阳明国际音乐会嘛，啊。好啦好啦，就安尼决定啊，你进去咧，啊，我伫边仔看者，啊，练完我倒来餐厅处理我家己的代志，啊。好啦。啊，进去进去。因为迄个世界，我可能永远无法度了解。你即摆有了解啊无？你甲佳燕真正是无适合，建志那是佳燕上好的选择。你若了解。请你紧走，莫阁搅扰家人，阻止伊的发展。阿伯，歹势啊！不管你安怎讲，我绝对袂放弃。搅扰。相信哦，下过年八日啊啦，后个月初三、十五、二十一、甲二十八哦，拢是结婚的好日子啦。嗯，你那呢哦，那边的甲小平的婚书哦，紧甲办办嘞。我看初三啦，后个月初三哦。我赞成阿母的看法啦，安尼哦，都初三好啦。初三咧伤赶啦，啊，剩半个月尔，咱还阁真侪代志爱办嘞。我看我是二八讲哦，较妥当啦。哎呦，你无听阿母讲，赶紧办办的啊！哎呦，初三就初三啦。哎，奇怪，结婚是终身大事嘞，赶紧是要创啥啦？还要搁订饼，我办桌，啊，平弟啊，伊嘛都要公司来请假啊。哎呦，你讲的这哦，拢不是问题啦。惠弟哦，我就是希望这件代志愈紧愈好啦。你今仔讲话哪这番啦？拜托的啊，拜托的啊。今仔日咱是来讲婚事的哦，不是看恁两个在遐搭嘴角的哈。哎，拜托，甲我尊重一下。我先安尼讲嘛对啦，我看要不安尼啦，
后个月15啦。啊，恁两个有啥物意见无？啊，不，你都安尼讲啊，我当然无意见啦。哦，啊，你若较无意见，我也无意见啦。好像啊，啊，你咧？我，看我即摆退休，我食饱盈盈的啦。啥物时阵要办艺术，对我来讲拢无差啦。照阿母讲的，15好啦哈。啊，恁两个少年人咧，啊，对这结婚的日子有意见无？我无意见啊。我，当然嘛是愈紧愈好啊。好啦，啊，那安尼哦，咱续来，咱就来讲聘金的代志啊，哈。情况啊，啊，咱两家实在这么久啊，我想讲哦，咱的大厅、小厅啦，都拢免啦，吼。无咯，该当安怎就安怎。这聘金这礼数嘛是爱照行，这种代志免凊彩啦。一定安尼，安尼好哦，安尼了哦，你就去准备聘金，吼，嫁妆哦，我来传，大家要照礼数来行，免遐尔客气啊，我也袂甲你骗啦，我咧讲。你哪安尼讲啦？啊，袂输啊！生意咧买卖咧，咱即摆是咧讲结婚的代志咧。拜托的咧，是你搞分到这么清楚的哦。哎呦，看恁两个安尼，哎呦，为着这个代志安尼伫咧争，敢若囡仔的有影。阿母啊，啊，咱就是哦，因为哦，较好想的伊喏。伤过色啊啦，所以吼，咱明世人的礼啦。我听你咧讲的，你甲我吼分甲愈清楚，我就感觉你对我吼愈识礼呢。情况啊，咱吼实在这么侪年啊啦，几十年啊咧，无需要这么客气啦，不客气上个啦，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哦，该婚事办办安尼就好啊啦。是啦，情况啊，啊结婚嘛要尊重女方的想法。啊，好像啊，都讲哦，简单处理，咱都照伊意思就好啊。好啊，那吼，阿母啊，啊，到时阵要请人客，是要办这边来门口订，还是要来餐厅办啊？嗯，我看吼，等我做生日的活动中心就真好啊。哎，我若是跟小平结婚，等于是要安怎甲副会长、甲嘉芬交代？找有还是找无啊？小姐，我这附近已经找几啊人啦，你讲的主机根本就找无啊。找无车上也不装卫星导航。装卫星导航嘛，不一定找有啊。算了啦，我听明白啦。再问一个，他问一下这地址在倒无？哦，你往这条路一直去。会看到一股鼻啊，边啊一条路挖入去，啊看到一片菜园啊，你就看得到了。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迄阿伯暴露暴到遐尼清楚，你哪会阁找无？小姐，这不是水池啊，就是菜园啊，我真正找无啊。啊，你先停车啦。我卡动的门较紧。啊，咱先讲好哦。啊，结婚迄天哦，迄清水啊，甲外娇哦，千万唔通让伊坐主桌。啊！无我看到因阿公某，我真正饱到嘴啊，什么好料拢吃袂落呀！啊，苦光也少一个啦。向卡来。啊，恭喜卡来。
拍摄，我接下电话。喂，阿奶，怎么看好啊？公司有事了。啊，讲着阮的小弟，哎呦。恁哪会这歹找啦？我找要一点钟拢找无。你来阮，你来阮家找我。对啊，有欢喜无？我当然嘛欢喜啊。欢喜，敢不敢出来叫啊？你即摆人在倒啊？我看一下哦。我家厝边有一间铁工厂。恁家门口口是毋是有种两丛足大丛的松树啊？是啊。我伫恁家外口一条路的啦。你伫外口等我一下，我即马就出去吼。伫外口等我，先卖离来哦，吼。爱较紧的哦。我知啦。即摆咧讲代志，你挂音，你要干嘛？阿姐，歹势啦，阿着公司吼，敲电话来讲有要紧的代志要处理，我先来去啊。小妹妹，问长。你伫遐等我一下哦。哦。啊！你不是已经甲公司请假？那雄雄阁叫你转去啊？就是要紧的代志，这下我赶紧去处理啊！我先来走啊。等下。妈。回来。一时，寒冬渐渐变春天。